Hello， 我上次拍咗个万圣节片咧，之后你哋好多个人都有同我讲生日快乐嘅，真系好开心，好感动嘅。同埋嗰日咧，啱啱过咗1000个 subscriber 嘅，我觉得呢个算系最好嘅生日礼物，所以我想同你哋大家讲，多谢晒，真系整我好 touch 嘅。同埋如果咁啱俾今日生日嘅话咧，生日快乐，过嚟啊，过嚟，你哋最好噶。生日呢，其实生日是庆祝我们出世的日子啦，还有其实是让你知道我们越来越老啊。生日好好玩的，很多人会跟你共生日快乐啦，你的朋友会对你好好啦，你生日那天呢，其实每人可以捞你的，这件事是 illegal， 同埋如果你好彩呢，你的朋友会请你吃饭添，还有有机会收礼物喎。咁其实收礼物我会好开心，但係我试过收啲礼物呢，其实好似好 hea 咁样，好求其，不如你直接俾利是我咪仲好呢。我会好多谢人哋送嘢俾我嘅，我觉得係个 intention 先係重要㗎嘛。小朋友记住，人哋送咩礼物俾你，你都要多谢佢哋嘅。嘩正喎，佢知道我鍾意红酒嘅，正喎。嗯，多谢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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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点算啊？我有鼻敏感啊！但其实有一个礼物，我觉得系最特别，因为好似我哋越老会越中意呢个礼物，就系对物。唔知点解我细个嘅时候咧，我好唔中意人哋送物俾我，婆婆一定四日生日又会送物俾我啦，圣诞节又会送物俾我啦，嗰阵时好唔中意。多谢婆婆。但如果我依家受呢个礼物咧，我就会咁样。婆婆，其实我不嬲都知道你系全世界最好啊，婆婆，我好爱你，你过嚟啊。咁除咗收礼物咧，其实仲有一样嘢咧，我超级中意，食蛋糕啊！但系食蛋糕之前咧，一定要唱生日歌嘛，系咪先？咁其实我觉得呢样嘢系咪好怪啊？生日歌其实系好短，但系人哋唱俾你听嘅时候咧，你觉得系冇限，同埋咧嗰阵时你唔会知道应该望住边。好嘢，有生日蛋糕啊！但系要唱生日歌先，我应该望嗰边咧，定系望呢边啊？唉，真系唔知喎，笑啊，好白痴啊，点算啊？好似阿明肥咗，唉，想食啊！几时唱完啊？佢哋，唉，哦，劈劈好狠啊！但系好多人懵住啊，点算啊？试下用奖蛋先，舒服晒咯，好嘢！抢完啦，抢完啦，好嘢，好嘢！多谢多谢，哇！抢完啦，但系咧，每一次抢完歌咧，人哋一定会嗌：喂，叫柜仔唱西班牙文啊！咁我又要唱西班牙文生日歌啦。Cumpleaños a ustedes, que los cumplas feliz。問題是自己一個唱就冇意思啦，人哋會係咁樣望住我，之後好怪咯，真係我都唔知點，仲怪我俾人唱歌嗰、那個。我細個嘅時候咧，我可以記得曬我啲 friend 嗰啲生日期嘅，但好似依家咧就唔使記住，因為 Facebook 都會幫你記曬啊嘛，係咪先？不如 Facebook 舉嗰個生日期咧，睇下邊啲人會同我講 Happy Birthday 啦，一定知道邊啲人直接唔理我咯。阿妈 ，Anyway， 生日就讲到呢度，希望你哋又觉得呢条片好睇。问题时间，如果俾你拣咧，你想要咩生日礼物啊？喺啲 comment 下面话俾我知啦。我自己，我要多啲 subscriber。
同埋可能我想要一個麥啦，因為我覺得個 audio 太差嘅。記住幫我訂閱同埋 like 呢條片，幾個人咧叫我開一個 Facebook page 去 like 我呢個 Facebook， 同埋你哋都可以 follow 我個 Instagram 嘅。多謝曬你哋睇我呢條片，我會下次見你哋。Goodbye, peace。하여 기니스나 베르담 고다 기니스나 베르담 고다 찌찌찌